他有没有叫什么名字啊？啊，他叫什么名字？叫龅牙怪。龅牙怪哦。对。哦。给他一牙齿。牙齿哈、哦。对。他的牙好可爱。嗯、他是台湾人吗？啊？他是台湾人吗？外国人哦。哦，在我们美丽的台湾舞蹈表演哦，太好。龅牙怪，哎，太帅！哦，那个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哦，你要下去跳舞吗？我跟他一起跳舞啊！跟他一起跳舞啊！不要，你要跟龅牙怪跳，你看这么可爱的龅牙怪。很恐怖吧？对，他牙齿，他真的很恐怖，对。你不觉得？就是他们都不刷牙，所以才会长成这样。哦，真的是因为没有刷牙。都不刷牙才会长成这样。哦，真的。要爱护、保护、维护自己的牙齿。哇，真的是非常精彩，龅牙怪很精彩哦，美丽的台湾哦，在我们大安森林公园哦，国际的台北非常精彩的演出哦。